你好，Hello，你好。你好，有没有防冻液？防冻液，你们车开高温了吗？对，高温了。哦，我有，正好有哎。谢了啊。哦，不客气。我等一下，我给你拿。哦，你是这样吗？你们车是开那个陡坡是高温了是吧？对。啊、哦，你们是哪里人？这边本地人。对，本地人。先降温哈，你要先降温哦。你现在不能加，你不能开。要等一下，冷一下，你先熄火。你们这个现在开的话要喷出来，别开啊、哦！我那个车老是高温，所以我备着有那个防冻液。你现在要等它冷却了过后你再加，要不然它会喷出来的。缺水了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像漏出来了。嗯，水箱出了点问题啊。这边是村子有没有修车的呀？这边没有，我们县城里面。县城里面哪个县？兰卡子县。兰卡子县。你们是从哪个垭口过来的？我之前走的时候，我从那边过来，有个垭口好陡啊，应该是那个垭口吧？没事，你加嘛，加满了吗？加满了。啊，等一下，启动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好一点了，好像啊，是不是好一点了？看可以了是吧？可以了。哦，好，那能帮到你。你这个是1.5T 的啊？对。还是在转、风扇？刚刚加满了，然后一下就没了，下去了吧？对，下去了，再加点。这个地方碰到了一个，哥们儿，他的那个车高温了，说明那前面的路确实很难开啊。这个1.5T 的，我那个是1.5自然吸气的，啊，这没开上来也不怪我啊。再加点。大哥，你家就在前面是吧？对。你家可以洗澡吗？可以。那边有个那个温泉吗？有温泉。对。哪里有温泉？这个野生温泉还是？野生的吗、嗯？一般人不知道是吧？对。那你带我去。然后这个地方现在他不知道车，哎，熄火了是吧？啊、哦，他现在熄火了，但是加了那个防冻液，还是风扇不停的呼呼的转，就是防冻液往外喷了哈，现在就没办法开了，把车子停下来，然后休息一下，等冷却过后再开。啊，然后这个。大哥把车开过来跟我们一起喝点茶，等那个车子冷却下来再走。打给那个修车师傅打电话，说是节温器坏掉了。哇塞，好蓝啊，这个水好漂亮哈、啊、哇，好美啊，天哪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大哥他的那个车子温度降下来了，大哥给他加了水进去是吧？对，加水。哦，好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好的，谢了。嗯，不客气。啊，扎西德嘞，一路平安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哇哦，好美啊！一路平安，扎西德嘞。